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批准我的辞职，免去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的职务。现在我向大家宣布，我决定参加第六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。四十多年来，我跟随着香港发展进程，一步步走到特区政府的管治班子，经常反思我们要怎样做香港才可以变得更好呢？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，承前启后，意义重大，极需要把握好机遇，迈上新发展的台阶。过去两年多，我看到发展变革的契机，深深感到未来5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。经过深入的思考，我决定出来参选，承担历史使命，和社会各界和香港广大的市民一起推动香港向前。我期盼看到一个充满活力的香港，一个人人都有幸福的香港，一个高度开放的香港，一个广泛团结的香港，一个社会安宁的香港。这个决定出于我对国家的忠诚，对香港的热爱，对市民的负责。我有信心在我未来迎接公职生涯里面最大的挑战，